所以我没有拒绝，但是也没有赞同。想问一下，那个部分居民名单被批评说有太多老人在留，不是老人还没有开始筹划，还没有。那因为有青壮派的中常委是讲说，主席不应该列在部分群面，不应该开先例。这个很难讲，因为也有人建议，我是做过立法委员三届，行政工作也都做过，那应该考虑。所以我没有拒绝，但是也没有赞同。我们现在正在规划，一定会有比较年轻的，也比较中年的，也有比较成熟的，但是一定要精神、体力、贡献、能力都要好的才行。主席，太阳花这个部分，北市警局被判赔100多万，你怎么看？基层好像有点很不满。这个我没有意见，因为哈，法院他有法院的权责，因为太阳花的学运哈。是有一点点造成社会的耸动，但是我们尊重法律，既然法院做出了这个判决，那除非再往高等法院去申诉，我们尊重法律，谢谢。